If I had a lot of money in my bank account, I would buy a rundown house up in the hills. If I had a bit more courage in this heart of mine, I would tell your father what I've said and done.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待会儿晚一点要出去做核酸，然后明天要回学校了，所以我现在还剩下一些作业的 DDL，还有一些开会的资料，还有我的行李要收拾，所以我今天就是时间是海绵里的水，挤一挤总是可以有的一个大操作了。好开心呀、啊！回来深圳逛街的感觉，终于来到了关下。拜拜。貌似还挺干净的。你昨天进来的时候是这样的吗？差不多，其实也没有多脏。哇，太牛！你的被子在哪？我的在那个上面。走吧，来这里。哎，这里是不是早上就他们都没有被子，我们早上就可以在这里拿瑜伽垫运动？大家在晒被子，你的被子在哪呀？你的被子在哪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中午大概2点多回来了。回来之后我就立马，因为我回来在中午回来就是为了晒被子。然后我中午在这边，我是为了去逛街，我就不进来了。我进来了，我退，等我退一下。我们还有个关系，赶紧一回去了，赶紧把被子晒了啊。没有晒的位置，我本来没打算晒的，但是我舍友说他刚好晒完了，就有位置。哦，我去吧，我去赶紧去，你晒吧。下楼拿个外卖，点了个煲仔饭，我打算一边收衣服一边吃。晚餐。果然学校的外卖还是很不会让我失望的。不是，让我先试试味道吧。话不要说这么早。If I had a bit more courage in this heart of mine, I would tell your father what I've said and done. And ooh, can you tell that I get angry when you flirt with other guys? And ooh,
这次是我收拾最快的一次，我只花了4个小时。然后我下一次的 vlog 就是开始是美好的深大校园生活啦。好久没有在学校拍过 vlog 了。然后呢，因为今天拿相机太不方便了，所以基本上都是用手机拍的。希望不会拍的特别的模糊吧。那就这样了。